家可能看外表会觉得说，他可能很威猛，然后是不是会有攻击性？但实际上呢，他胆子非常的胆小，对，而且非常温驯。我可能只是上个厕所，进去门关起来，他就会在门口一直等我，然后上完之后出来，他再跟着我走。那我可能定点下来在忙的时候，他就会趴着，然后可能头要对着我看着我这样子，这样他就很满足了。般大型犬呢，像黄金猎犬或拉布拉多常见的哦，比如说现在路上这些人，这些不爱猫狗的看到可能经过你旁边时，可能还会碎碎念一下，对。可是像我牵这个这么大出去，当他在前面五公尺、十公尺看到自己就先跳开就跑走了，所以也听不到这些闲话这样子。